我見到啲嘢啊！又有鬼，同你講電腦室冇鬼咯。你嗰個番茄啊，嚇，佢好似有個好親密嘅男性朋友，我懷疑佢有心上人。嚇，你講真定講假啊？你唔好亂講喎！你講假定講真噶？真噶，我咪幫佢表弟補習嘅。我幫佢整電腦嗰陣時咧，我見到佢哋嗰啲 ICQ 對話。死啦死啦死啦！唔得。我現在再表吧。喂，表什麼啊？你剛才就表完了，這麼短時間他對你的態度怎麼會變啊？那我還可以怎樣啊？有計，製造巧合。九號茄汁他不相信嘛，那我們就落重藥煲大緣分他，煲煲煲煲煲煲煲到他信為止。唔該。首先你裝曬所有電話台。好啊，好好好，然後你再問番茄用咩台，到佢講咗啦喎，你就話我都係呢個台喎，哈哈哈，咁咪好有緣分咯。喂，同你同班友一齊排戲，不如我哋交換手提電話。係咧，你咩台㗎？可能可以同台 SMS 喎。我冇手提電話㗎喎。咩啊？你今日拎個手提電話出嚟咯。嗰晚嗰部，我姑姐㗎。我頂你啊！佢冇電話㗎，你唔問下先？你話製造巧合嘛？冇計啦，打敗情敵啦！點打？物理上打敗佢，約佢出嚟，隻抽。你係 Lilia 嘅朋友啊？係啊，隻抽啊！好啊。啊！都唔做得，佢应该翻乡下，我哋唔可以再俾佢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